一包啦，搁这边，唔免弄两个，安尼做好，安尼搁继续比，越比越侪包。无啊，我嘛是要带恁走啊，无变啦，咱家卖苦，咱这包生的，对哦。还是忙不来呀哈，忙不起来哈，忙不来当兵呀吧，后来得排班，快点来呀哈，时间都比卖菜，大肚会前面。那个章鱼脚你知道啦哈，你等于有菜，好讲藤，好讲菜，菜。囡仔爱食，大人也使食。咱讲这节目无固定，我带囡仔食菜食，大人也使食。啊，无就囡仔食出来，再叫来食。不是，差不多。安尼好不？好来，我你讲来，我这叫食，再搁较长，菜好食来。卖讲一斤卖偌济，对啊对啊，这种菜啊。啊，你讲只哦，反正上就是安尼啦哈，你也一个地，我杀杀你，又也一个地也冻。啊，冻的过代表就熟啊，上高的所在就对啊啦。好来，我讲来啦吼，这三百，这一个我就一两百块来，好两百吼。要吃两百块，上面特别我就一两百，小姐来无啦？啊，你要吃无？我讲来啦吼，不如双麦介绍来，啊，你个气球足至超过一两斤的话，两百块来，好来，小心哦，那个你滑倒哦。我讲来话啦，要吃就吃两百块就对了，两百块章鱼脚来，两百块来，好两百来，好来。不要吃章鱼脚好不？那章鱼脚就两百块，章鱼脚两百块来，好来，两百块来，两百块来，好来，好别。哎，走呢？我讲来啦吼，不要章鱼脚，章鱼脚，章鱼脚在这里，好来。快过来啦，来啦，来啦，吼！章鱼脚在这里，好啦。我先就是章鱼脚，然后其他咩啦，来啦，来。好，那些章鱼脚好不好？那他哥搞搞九节龙八块章鱼脚，谁要吃的？章鱼脚九节龙八块来，都两百块。谁要吃这个？我来，两百块章鱼脚谁要吃的？我九节龙八块来，都两百来，我来。我先讲章鱼脚好不好？他哥搞不嚼九节龙八块来，都来两百来。我讲章鱼脚九节龙八块来，都两百块。下面嚼九节龙八来，都两百块。他哥搞九节龙八，下面嚼两百块，两百无两百块，无啊哈。他哥搞两百块，有谁要吃的？两百块啊。无啊吼，我只好调过来，时间不够，卖吃饭啦。我讲来啦，来啦，来啦，好啦。啊，什么事？鳄鱼有啊，鳄鱼来，鳄鱼来，鳄鱼煮酸了，这鳄鱼只尾有三斤毛啊，绝对唔难吧？唔大。哦，来啦吼，这只尾用都唔大，三四斤啦，你看有啦吼，大只鳄鱼。哦，煮酸了，煮就是煮米线，煮啥物死骨头啊？在恁安尼好无？反正大只就好啦，好无？我讲大家卖买济啦，好无？我就讲用的，只尾只尾唔难啦，反正唔难三斤啦吼。我讲只尾两偌济五百，咱买来无卖四百，还三百，啥物食三百？那边还无三百，伊阿我就一两百，倒来。那边我只要吃这个两百块，那边还无两百，我就只要两百块。只要吃这个乌鱼的，来，我你讲吼，要吃乌鱼啦，我讲来一尾两百，好不？两尾炒底六千左右啦，哦，卖四百，三五来，下面吃这個，真正有够粗的啦，三百倒啊，三百块。好，哎，三百块，可以吗？不可以哦，不可以就没有机会了，公姐嘞。在座啥物食这种物件的？一条啦，一条嘛要来啦吼，哦一条，一条足奇怪。你讲一条足奇怪啦，两百倒来两百块啦，两百块，两百，好啦，两百，超大的。来，我就借两百倒啦，我就不要领导代志啊，两百，两百。都是这样，就不要送领导代志啊，我真的啦吼，就不要就是咱们是公公的啦，来啦，快过来啦吼，我们就要上领导台。这个可以拿去当武器。要吃好就一两百，都乌鱼两百块，来白来两百，好来。要吃乌鱼的无？要吃好就一两百，都两百块乌鱼来，这边来两百，好来。要吃乌鱼的无？要吃好就一两百块来，都来两百，这边来两百，好来。好，要吃乌鱼的啦，这边来两百，两百。好，要吃乌鱼的无？吃不了领导代志啊，侬白我就一两百，都来乌鱼两百块。再吃好就一两百，乌鱼想要来两百块，我还要来无？乌鱼啊，我直接吃乌鱼的无？要吃乌鱼的，好来。乌鱼吧。乌鱼啊，乌鱼啊，乌鱼。你讲鲈鱼啊？鲈鱼，金马鲈嘛。两百块来，两百。我要想要吃鲈鱼。啊，等下无你来吃吃来，过来。我要吃乌鱼，我要吃一两百块乌鱼，我想要吃两百。这个是资深的，绿岛的资深大哥。乌鱼，无哈，乌鱼两百无啊哈。好来，时间不够，卖钱来好啦。我讲来啦来啦哈，我们去大姐讲讲来啦好不好？我们讲讲来，我讲来啦来啦。哎，我讲真啦，哦，转会转，最讨厌转会。那我今天来，你讲什么呀？哎，走到大姐。融合杂鲈鱼。鲈鱼是不是？鲈鱼可以啦，好啦。来了，鲈鱼在哪里？鲈鱼在这里嘛。快过来啦，来啦哈！鲈鱼等用钱。来，一个单子好啊。来来来来。来，就是安尼来。他还在跳。无怪我，做老跳，你敢知？哦，做讨厌，人讲真的啦。哎，大姐，大姐，你等下一拍摄，我真叫我过来叫你好不好？哦，我过来真讨厌，会跳，人讲真的啦。大姐，一百块不讲了好不好？我过来，安尼啦，好不来？哦，这位上讨厌，这位我哩，咱讲真的啦。哎，对啊，对啊，这位上讨厌，咱讲真的无代无时间跳起来。我哩讲来啦吼，现在一乌龟我就是一百块来，一百块提供一百块乌龟鱼，等一下人买都来一百块。来，来，我一只乌龟鱼的无，我一只乌龟我就一百块乌龟，一百块上面就买都来。我一只乌龟鱼的无，咩乌龟就一百块乌龟鱼，谁要吃的乌龟鱼一百块？啊，别啊别啊，一百块来，一百块来，来。我一只乌龟鱼的无，咩乌龟就一百块乌龟，上面乌龟来，好了。我今个上面食乌龟啊，一百块，来食无？要食乌龟，佮就一百块乌龟，先食一百块，佮下乌龟啊。你佮食乌龟啊，就一百块乌龟，先咪食乌龟啊，咪下一百块。只要知道，乌龟啊一百块，
无过啊，一个一百块帮我插外吼，无过啊，一百块帮我插外哟。好啦，无紧来，咱要搭前说鲁豫嘛，对不对？好，鲁豫，我讲吼，当下吼，出去店的煎的煮汤拢会使哩。好，像你卖搁提讲，我这小吃要甲你讲，鲜就好食，水就好食。好，就卖搁开三百，开两百安尼，好不好？好，你要食鲁豫无？好，金门路啊，来。好，要食卖搁就卖开三百，开两百，我讲两百卖四百，好不好？两百卖四百。好，开三百，开一百五来，我就一两百块来，然后要吃两百吼。爱食我就一两百，要两百我就要吃两百。哦，鲈鱼两百块是要吃的，鲈鱼啊，你搁要吃无？鲈鱼啊，我剩来三无地，讲真嘞啦，剩一两箱尔，我搁想要吃鲈鱼的，刚刚去两百块来，都两百块是要吃的，两百块，我还要吃好吃一两百块鲈鱼，想要吃两百块，那边来无？不买不买两百就好啦，我搁吃鲈鱼的无来，来吼，要吃鲈鱼无？搁吃鲈鱼无？搁跳，家你阿不哩跳，来两百块鲈鱼，想要吃两百块来，不买不买来两百两百。来了，搁食鲈鱼无？搁食鲈鱼就一两百块来，搁鲈鱼两百块，谁要吃的鲈鱼两百块？谁要吃的？鲈鱼两百块，搁人要爱无两百块？有啊，鲈鱼两百块吃我啊哈！我只要吃两百块，无要吃我哈！无吃我是来卖房子，我卖拖地啊，都无鲈鱼啊！我没有了，好吃过啦！我讲来啦，时间不久，卖钱来我啦！我讲姐姐来，我姐姐来啦哈！我这叫吃鹅啊，来好无鹅啊？我讲来，鹅啊，吃吃鹅啊！我只吃鹅啊，蒸鹅啊，蒸鹅啊，烧鹅啊，连都吃好无鹅啊？我对啦，炒起来不是好用啦，好啦！要吃我讲来啦哈！一包卖偌济？五百、四百、三百好无？好啊，水诶，水诶，水诶，回来，等一下，要水少些啦，大问题，我讲真诶，较注意点啦。快讲来啊，大较侪啊，大，快讲来啦，来啦吼，即摆卖讲五百、四百、三百，啥物食三百有无？好啊，三百以下我就一两百块，好啊，啥物食好啊，就一两百块。你食好啊，我就一两百块，好啊，两百块也无好啊，两百无用啦，我讲啦，你若想要食好啊，就较用会到好无？啊，你当然吼，卖洗放咧冰箱两层一礼拜啦，三四五天袂坏啦。吼，两层啊，几包卖洗就对啦。快讲来啦吼，两包起四百还三百，买两百过来就好啦。再食好啊，就一两百块，好啊，先买一两百块。再食好啊，无就一两百块，好啊，先买一两百块，后边无两百块。好啊，就一两百块，先食好啊，两百。无吼，快讲猛食啦，这十包蚵仔贵啊，讲真嘞啦。吼，寒天蚵仔本来就较贵啊，讲真嘞啦。我就一两百块，蚵仔无唔差外哟，来卖古几讲啦。今小食蚵仔，这包佫送就是来两百，都两百块。我再食两百来，多四来两百块来。我先食蚵仔无，要食我搞就一包来两包来好不好？哦，这三包就一两百块，蚵仔先咪食两百块。我可以买两包。菜头贵啊。嗯。等我十秒钟。我想回家了，来，来边来两百两百，我来两百两百。对啊，大姐，等我十秒钟可以啦哈。好，十秒钟来两百两百。好，不要什么食无，要食蚵仔佫就一包来，一包来两包来好不好？这三包就一两百块，蚵仔先咪食蚵仔两百块。好啊，就一两百块，好啊，想要吃两百，都好啊，就想要挨两百，无，别忙，见到卖大皮好无啊？好啊，两百块想要吃，好啊，两百，无啊吼，好啊，两百无啊，条费时间不贵，卖存来我来，我讲来，如果一菜头贵，要无菜头贵啊？四块卖菜头贵要无来？我讲菜头贵，菜头贵啦，我来啦，好，等于打针都吃来好无？哦，菜头粿就是安尼嘛吼，打针啦。菜头粿很好吃。我你讲啦，啊，等于啊，免退冰食蛋类针就较紧好啦，安尼好无？哦，免退冰啊，食蛋类针就使哩啦。哦，一包一公斤啊，十块钱的。卖讲一包是四百块，三百做两百。哦，百块做百块，一百块来，一百块是要吃的，一百块。哦，一包一百就掉来。我讲来啦吼，今天我就想想要吃好无？刚才面试两同事拢袂来。卖讲真的啦吼，一包一百，两包两百，这两包起来百块来，都大几百块，一包十块，好来百块来。看他直播前面。好的，不要来包过来，好等于免退冰食真多菜哩啊，包过来真多来，包过来都一包十块块，快过来，来。哎，你这个怎么卖啊？啊，等我十秒钟。好，我有钱，快走。来，每次都一个礼拜来买。啊，你住这边吗？对啊，住这里。我讲来啦吼，我下面食迄个菜头粿，我开始想歹势，我开始嘛歹势嘛来，我讲来啦吼，我讲来要食，我就百块不啰嗦啦吼，一包一百两包百五来就好啦。这菜头粿无，那菜头粿就是百块菜头粿谁要吃呢？哦，百块菜头粿，我下面食百块啦，没有百块，没有菜头粿，我就是百块菜头粿啊，下面食百块，无啊吼，菜头粿百块帮我们吃我，一包十块啊。
没有了哈，没有东西还没绑啊，你好不好？我这两包包好不好？嗯，应该简单说，保全再说简单说。你刚刚给卖钱来，我来来来来来，我讲起啦，好在是想我这么钱。拍海鲜酱卖的时间会变比较少。对，还只有吃吃落去好食来啊，你好不好？啊，还只有吃吃落去好食啦，这边卖个健康来啦哈，你来这时间我就几下都要见到卖个大病啊，你好不好？还只有吃吃落去啦哈，一斤偌济两百几，我你讲吼，一斤无几只啦。啊，超过斤偌重啊，讲八个人哦，再开就偌济三百，以后我咱买两百块就对啊，两百块是要吃这个的。哦，时间我好就吃两百块就对啊，时间无。好两百，我咧讲来啦吼，今日时间好就食较紧，两块钱就出两百，时间我怎么吃啊？两百块，时间好就吃两百块，时间我怎么吃啊？两百块，只要要来要来，我咧讲来，各位同学 ，Hello， 两百块吃啦，这个啦好不好？好来，两百块就对啊，两百块啦吼，你再看女生哦。哈哈哈！被抓到，那个拉定头的来弄钱嘞。好啦，好啦，我咧讲来啦来啦，你知啊？不啰嗦啦，两百块就两百。谢谢啦，嗯。好我跟你想法好不好那想法就能把我来到那个新年的新年的来东西好那我给你好了这样这样这样来来来来来好来好来来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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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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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买香香房的无？买香好就一两百块，香好什么钱？香房啊，要就一两百块，香好什么钱？两百块。香好就一两百块，香好什么钱？两百块。礼拜五才在太平。香好就一两百块，香好什么钱？大肚的话是在太平农会里面。今天香，今天两百块旁边十五啊哈，我就一两百块旁边十五啊哈。你若买十五平房，记得买大平啊，无香房啊。好的，买到这个位置。先煮肉 ，OK 啦。哎，两百块那边来，先加两百，两百来，好啦。那小姐来无？那香好就两百块来，都是香房，什么钱？好就一两百块。想要钱，二九两百块，想要什么钱？两百块要两百。想要二九九两百块，想要啥的？两百钱无？两百块是想无？两百了。